来的也太多。 财神，那财神的话，基本上一般。那老观众会知道啊，新人的话会不知道，就是去年呢，其实我没有抽到财神。那我去年的话是380抽零财神，一保生一清损，然后那个李杜啊各两只，就是如此悲催的战绩，就是非常惨烈 ，OK 的吧？这个惨烈的战绩。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不要再像去年一样的惨，好吧？好了，咱们开抽啊！去年385颗，今天先准备495颗，反正没抽到，大不了就再氪嘛，对吧？我人生怎么今天能这样啊？来。 首石抽，我是希望啦，首石抽消消业障。哦，上一次的那个业障还蛮深的，这间前面就消消业障啦。哎，两颗，哎，三颗应该不会啦，没那么容易中。白铁罗克，怎么又是白铁啊？白铁太扯了吧，白铁这么多，484再搞。 Yes！ 谢谢各位，我们可以停了吧？ 哈喽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旭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抽的是，我是财神啊。今天的话，其实相当多的代抽啊，加上我自己14只账号，那我们再一次公布，土匪说他只要100抽内，我帮他抽到，他直接抖5000，没有在开玩笑的。他呢，就是呢说到做到的男人。我相信他，他是个赞，他是个好人，所以我相信他3颗彩，我是觉得啦。 免费抽应该要毕业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几率真的有问题哎。哎，巨人，嗯，巨人484有问题啊。巨人，你免费抽还想说不懂？但是我觉得啦，哎，白铁，居然是白铁，原来是白铁的部分。来了，守时啊。 十抽啥都没啊，没事，土匪那个刚刚那个太欧了，我们先笑一下业障。我觉得啊，下个十抽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应该只要有爆开，土匪应该就是毕业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三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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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5000块，为了5000，为了5000，可以可以可以。 凉凉的，可以，这个跳彩，这个跳彩，我们来看几颗，一颗两颗两颗两颗，绝对两颗有机会，两颗两颗爆爆爆，砰！财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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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猜！哎，仙姑啊，居然是仙姑的部分，也没歪了，几个小饺子，哇！ 希望今天的我可以开心毕业。土匪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真的觉得差不多了。这个十抽，100抽，在你的。凉了。凉了。土匪凉了。我们有几只？4只是不是？
众了。对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帮他提到一下。哎，再几个，拜拜。哇哇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三位数、四位数的金石数了。这四位数的金石数，哎，咱们免费抽什么？一颗。太扯。一颗有点危险。哎，结束啊！免费抽，刚土匪那个才叫怪，好不好？来吧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开始喽，1000抽啊，希望可以轻松帮刚巴结束。土匪刚刚那个虽然战绩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差不多了。奇怪，平常都是前面的比较欧啊，那、啊、怎么今天后面的比较惨？啊，蜥蜴要插队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蜥蜴下一个，来，三颗可以吧？三颗，哇，又是蝴蝶，干这么多次几只？怎么又是蝴蝶？是啊，只抽来两个蝴蝶。心情有不干吗？我们重开游戏好了。我好困啊！希望这个重开我们可以玩。该出货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十抽。该出货了！天哪、啊，今天前两个就坠落成这样哎、欸，要不要改成地狱？我虽然之前昨天开台默默的讲了一句话，说冰与神教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虚拟的时代了。不错，我可以收回这句话吗？可以，我们再试十抽。我觉得啦。绝对是因为没有改名叫虚拟，我们再十抽给虚拟，再十抽给冰雨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冰雨，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比较好，你还只剩一颗哎、欸，你只剩一颗彩、欸。谁刚刚跟我说要改名冰雨？我就说冰雨神教已经不行了，你们就不信啊？看怎么？最后十抽了，海底捞月，我相信海底捞月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我希望可以200抽带我们的烫爸回去，或者 life or change。我相信这个十抽将会改变我们这个很飞的 life。可以，最后一颗真正意义上的海底捞月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放心啦。就是这一颗了，就是。等一下，汤爸是不是战绩也很惨啊？看一下，他是不是只有一只六五啊？他200抽是不是只有一只六五啊？干，是不是财神都被你们抽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天哪、啊，我。天啊，土匪真的要补了！土匪这样是多少？两单哎，土匪有两单哎，希望可以开心的对着土匪。那他们花了几十六十啊！干三颗该有，我靠，还是啊，颜回，完了，碎菜。天哪、啊！那这是全歪完啦，就剩水才，拜托水才干！天哪、啊，我们又剩30抽了，剩几抽啊？
了哎、欸。我不要再抽他的了，他今天好凉。飞位，拜托。然后再来就是潘来的手持。越消越多啊！拜托了，至少让新翠第一个出吧。干，怎么又是你们啦、啊？拜托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歪，不要歪，不要歪！我相信新翠的办法是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我们的小羊哥，他们都把手势抽完了，来吧，咱们继续了。拜托拜托啊，至少让我看到一次财神与星的样子，好吧？拜托。拜托啦！干，又是白铁哦！拜托哦，还要仙姑哎，仙姑，那仙姑肯定是轻轻松松啊，来啊，爆开就有了。靠哟，能不能让我们回大儿子啊？仙姑。三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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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仙姑，仙姑轻松，仙姑轻松有。仙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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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红黄卷蓝爆弹炸，回合几率真的第一个财神，真的要仙姑的结果来先，结果来水。要敌还有解除前为止自身攻防为提升2020。拜托拜托拜托，仙姑让他毕业，我真的要毕业了，我真的要想要让他毕。防回提升1100，被动一的话是破伤跟防护。飞龙二的话是黄色珠转自身，飞龙掉落。飞龙三的话是完全避开。仙姑呢？仙姑呢？暴风激烈转化。我们的仙姑呢？冒险看。在这边大家应该会比较好奇。仙姑，仙姑，仙姑呢？会不会？仙姑和仙姑。我觉得会。那就是变成说泡泡的关卡。仙姑啊，结束。啊，终于。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地龙财神是没有防骇客的。那如果只要关卡终于有一个复活了，基本上好啦，恭喜摩尼。果然啊，还是要我们的分析一片。会不会压缩到阿英的空间？好啦，阿英的主场应该是不会被碰。收工了。应该好啦，小玉就有50抽啊，我们就加速了。希望小玉，拜托，希望这个水温落前头可以加回来，再进一色。来吧，顺的话基本上就是连锁地雷，然后再落爆弹，所以他们两个在那主要是可惜是被四个。哦天哪、啊！但是整体来说是两个是可以配。天神，天神，我给你看我们今天的战绩。天神，我先给你看我们今天的战绩。800多抽。大 boss 啊，我快疯了。那如果已经被降落，这次连这次连那个连女冻兵都没出现哎。我好想念我们的冻兵哦。啊，来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出个能看的，出个能看的，出个能看，看。还有一种是临门新春的，但是觉得小雨又倒了。不会建议抽彩，那就是这样。那喜欢我就拒绝。来，我们相信必须要粉丝账。拜托拜托拜托！哎，没音乐，突然没音乐了。靠，不会吧！原版虎爷啊，不是啊，你怎么会没有原版虎爷？我之前不是也帮你抽到一只虎爷吗？哎，奇怪，你抽的黄飞鸿？黄飞鸿吧。来吧，小分身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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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是啊，刚刚那个是金蛋吧？哇，对吗？锦衣之虎哎。你怎么连锦衣之斧都可以爆？为什么金蛋会爆啊？我会怎么知道啊？我自己都觉得纳闷了。我们小小分身杖该不会
冲田中，是不是？拜托！不敢不敢，让我抽一只绿的绿，总干到底血骨几只啊？今天到底抽了几只血骨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统计一下？血骨有没有20只啊？哇，真的是有功夫。你的小小分身杖找到了，幸运宝装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岛内王子，看在幸运可怜的份上，走了个吧。十二点抽到现在，抽了两个小时了。大家应该期待这一刻，期待很久了吧？966颗，咱们966颗。将近1000颗的时候，哇！来来，咱们再起，希望我们的财神，哇，手势完美，手势完美，小野战，拜托，拜托，绿灯，你啊！今天终于看到你了，出现了，真的不想。再看到任何人出来守我，我宁愿吕洞宾99，我也不想再被其他人守。我今天真的宁愿吕洞宾，我也不要来别人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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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个能看的，出个能看的，我求你了！我的账号也是属于爆开就会出货的东西。拜托了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了，不要再让我抽到天柱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行，你不行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是另外一位。哇！来吧，水才4颗总该有吧？水才，干！不是你，飞位，拜托！哇！大东，我天哪！但是这样子抽。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些找我抽的人呢。我觉得我感觉就像我一个人背叛了他们呢。我们拼抽取啊，看看剩下的50抽，把他们抽取，至少不到200，让我比较没有那么有愧疚感。八五元。好啦，就不到200，然后我自己之后会再思考自己要不要再抽，我自己再考虑一下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红包拿满满，然后不要忘记的话，希望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Twitch 或者是 YouTube， 然后加入会员，然后或者是 Donate， 真的拜托。各位拜拜，各位拜拜。那我们先把冰雨先快乐，好，拜拜。接下来就是大家万众瞩目了。好啊，好啦，你各位啊，我准备了1306颗啊，自己算有几抽啊，反正大不了就嗯。先确定一下，对，我语音关了，所以我是盲抽，就是抽到了我也不会讲话，我也是，我觉得这样子我比较友好吧，希望我也可以这么轻松，来吧，手势走起。前年抽比干的时候呢，是
干爹都很欧，然后我自己整个大爆炸。然后呢，去年的地龙呢是干爹都很肥，然后呢我自己很欧。这个定律，这个定律是不是有点违？这样，我们的最高的指标是土匪哦，土匪今年很欧，死定了！不然我开始冒汗了。噔噔 ，skip 没有，想抽抽不到，哎，哪有人这样子诅咒人家想抽抽不到？我又不是懒猫，我没有他那么有钱啊。Sorry， 赛卡赔偿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原谅你了。谢谢五，谢谢 VTuber 配信永远追不完500块超级留言。没事，我原谅你了。没事，我。三藏不要，疯子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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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刺我啊！你们这群人，你们这群人不要背刺我啊！不要背刺我啊！你们啊，不能贪啊！我今天要抱着一个心平气和的方式啊，应该要出一个天剑。不要，我想要抽达尔文，贪字头上一把刀吧。我希望不要像前年抽比干一样就好了。比干去那年，比干真的是飞到一个可悲，飞到一个可笑的地步。但我是觉得、啊，以我的飞气来说，大概前120抽大概都不会有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前100抽，我们都用 skip 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快。哇、欸，真的是好空虚哦，好空虚哦。哎、欸，那些用 skip 流抽卡到底是什么心态啊？我是觉得好空虚哦 ，skip 流就是你看，就这样按下去，然后什么都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S 死了、欸，我们 S 死了，各位，这就是大人的抽卡方式吗？浪费钱的超级心酸之路。好了，我们到 S 12了，接下来就是都是 1.2 了，都是 1.2 了，我们就来慢慢的开抽了。我觉得破大概150抽脸之后，大概就会开始渐渐变了。好空虚，为什么可以有人这样子用大？好啦，其实我私下抽确实是这样子，可是我今年已经没有红包了，你知道吗？快输150哎！好啦，我们 S15之后就开始慢慢抽吧。S15之后才是正戏啊！大人没时间了。来啦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挖矿吧。挖矿，挖矿。好啦 ，1.2 趴应该就比较好。我怎么连双人组都没看到？很伪，对啊，有点伪、欸。今天三颗彩。法拉第。哎。这么多。不要，有够凉。没事，今天很多彩了，我今天很多彩了，还生宝，拜托，拜托，来个像样，可以，第一只来了，后羿嫦娥来了，哎、欸，你们到底是想要我抽还是我下去啊？你们太沉了，你们太残忍了，你们每个都希望我下去，腿麻了，我感受到我的腿也开始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好扯哦，你们怎么每个都希望我下去啊？阿内姆汤，又下去的杰加泰，看这彩蛋好熟，为什么我抽其他人不会这么飞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出来一个我不想看到的人啊？我本来以为匪爷帮我挡了一只啊，我以为匪爷已经帮我挡了两只啊，为什么这个女人又来了？为什么你又来了？你已经第二只40B 了，也就是说我已经抽你了28只，不对，29只，
我已经这个女人已经来了29只了，为什么可以不放过我成这样啊？其他角色真的没有一个角色60C 这么多，就是只有他，真的只有他，不是这样子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怎么办啊？50都快消失了。我迷的迷老婆真的很好，拿红包小费来了，可是我红包没有增加啊！我今年没有红包哎、欸，我今年没有拿红包哎、欸。达尔文怒气了，抽你抽你，可是我也要抽13啊！我也想抽达尔文，我两只都很想抽啊！回应我呼唤，不要回应我呼唤，不要回应我呼唤，我没有要呼唤你。不要闹了啦，要紧了啊！然后我的妈，灵压要消失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又是梦子。啊，好痛哦！260了哎、欸，好，244颗，就是紧嘛。那这个数字大家就懂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反正260了，只是我也希望可以多一只，好不好？让我多一只，我不要很难过抽完啊。最后40抽，希望可以让我快乐的睡觉。我不想每次都紧啦，我不想每一年抽财神就很惨哦。为什么每年抽财神都惨不忍睹啊？算了，我们还是高速的把它解决掉吧，让那个痛直接消失。我们让这个痛直接消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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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财神 ，yes， 帅气。天啊，270不对，280是不是？270还280？280，我刚刚算是280，出两只吧，不然能怎么办？都已经280了，不紧也是白痴啊！还是比去年财神好一点，还是比财神好一点啦、啊，还行。哎，我们把300紧出来吧。解说，好啦，还行啦，280，不是紧能叫做保底吗？没关系，还有横财神，横财神不抽了啦。好险，不是紧出来再卖掉，想做小没有没有，不然按到，不然按到。好了，换第二只了，两只吧，就这样吧。我觉得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两只还行吧，280，我觉得可以接受啊。原则上，我只要不是保底格出，我都会开心的。我觉得是还蛮开心的。天台好热闹，没有天台，没有什么挖矿啦，没有什么天台，没有什么挖矿啦，你们是在哭哦、喔？阳台越来越近，没有，小雨你冷静，小雨冷静，真的，你看看这个彩，你看看这个钻，三个钻有没有？啊靠北没讲话，啊靠北，哎、欸，三个钻蛋。能不出货吗？那能不不要给我很瞎哦，不要很瞎的给我三个钻都没出货哦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哇靠！
太瞎了吧！哎、欸，不是吧？看，<笑>死不给、欸！哇，我真的是。要换主播自己了，主播准备几抽？你没有看到上面那个数字吗？ 1493，1493 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有抽少抽多少？主播，哎，主播整理一下一装，一定行，好不好？今天一定行。好了，我们就主播要一起上自己的账号了。哎靠！一口痰卡上来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好黄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金光闪闪，对啊，今天怎么看起来金光闪闪？我还想要冲个保底，哎，可以吧？哎，而且你们知道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当小六紧的时候呢，我跟天神都会哦。所以相信今天主播一定会，看怎么用全金哇！我三十抽全金呢、欸，主播哪次倒过？主播没倒过。哇靠！哎，四十抽全金呢、欸？不可能，五十抽都全，不可能五十抽都全金蛋吧？不可能五十抽都全金蛋吧？哇，五十抽全金蛋就真的有点酷了哦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等一下下个十抽，六十抽都全金丹，我就跳下去，可以吗？干呀，哪可能真的是全金啊？哪有那么飞的？不会吧，至少也会来个彩。不要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今天没有穿裤子，我就穿内裤。我就穿内裤还是比较好了。不要，我内裤会露出来，不行，我今天只有穿内裤。其实意思啊，不要害我被黄标啊！没看到再来一次，没事没事，好不好？没事，不会再全金的吧？终于啊，七十抽终于来一个彩蛋了吧？这个是彩吗？还是赚赚？哇哇，他混沌，啊，混沌啊！哦好啦，至少第一个彩出现了，好吗？至少第一个彩出现了，啊，后面应该就正常一点了吧？不会又全金了吧？不会又全金了吧？对啊，正常了，水温慢慢起来了，水温看起来是稍微正常一点点啊，虽然还是都是只有彩。啊，怎么是嫦娥？啊，怎么是嫦娥？嗨，嫦娥，嫦娥有点多呢。嫦娥，哎，我嫦娥也三十 B 了，六只嫦娥。才赚蛋很容易玩的，小心蹲得越低，蹲得越低跳得越高，好不好？我是相信这句话的人，但是同时你的脚也要不会麻。主播今天一定行啊！主播今天一定行！主播今天一定打、啊！主播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穿裤子就有运气了吗？蹲太低会不会跳不起来？应该跳得起来了。应该可以，相信徐主播，好啦，比较正常一点啊，终于好吧，来个正常一点的东西，啊，挺正常的兔子，出现了一只奇怪的兔子，嗨兔子，哎，好吧，好，我们把这首最强的曲子拿出来，好不好？最强大的曲子拿出来，信不信？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超级 B 卷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到底？谁记得我全年的时候拿这个东西抽到了什么东西？这个我已经 S12 了 ，S12 的两个钻，好像看起来跟小鱼差不多啊！抽起来怎么变这样？比干之乱的最强大的曲子，一定是因为我的比干之乱
还没有足够强悍呢、啊。哇靠！哈？啊？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啊？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啊？怎么有差很多吗？不会这样吧？没有吧？没那么缩小吧？老三道四，可以可以，信你一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可以吧？你看，这么多颗彩，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！靠背，啊，今天的财神怎么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想要来的意思？这个图灵，哎，图灵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惨炸啊！怎么会这么惨？不是奇怪了？我刚刚抽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惨啊，五路赛，这才是你认识的主播，没有没有要信你们，主播只相信自己好吗？你们这些邪教的都七四一四，相信主播自己，你看看说踩就有赚，对啊，不是啦，说赚就有赚，好不好？说抓翻股，主播只相信自己好吗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相信主播，主播不会天井，好吗？主播一定行，不会吧？不会 S， 不是啊，小鱼的 S15是三个钻啊，我的 S15怎么是啊？我的 S15怎么是全金？人生怎么这么困难？啊、我好像越蹲越忙，没有啦，再抽编年史，我也觉得我在抽编年史、欸，有，这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一、二，哎，我来看看有什么看起来有点东西的、啊。看怎么看起来好像都偏普啊？快吧，赶快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选完了，不要吵，都给我闭嘴。我挑我自己想要的，没有中岛敦，好不好？哎，总该来了吧。总该来了吧？啊，干！终于第一只了，我要抽三只哎、欸！终于第一只，哎，15而已，我又还没有结束，我又还没有结束，我要抽前人呢、欸！你们在说啥？我还有前人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还有前人要抽哎、欸！我要抽三只，对啊，我要抽三只，干嘛？是没有看过狂妄的模式吗？我要开狂妄模式了，好不好？我相信我自己可以狂妄模式开启起飞模式 ，OK？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吧，好不好？相信好不好？虚主播要继续冲了，五只太狂妄了吧？可以啦，五只哪有不狂妄啊？哪只不狂妄啊？我还想抽个前人五呢，不会有冻冰啊？他妈什么吕洞宾？没有吕洞宾啊？肯定是行的，哇靠！不可，我相信今天有机会400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哇靠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今天抽起来其实也不算特别的顺哎、欸，我觉得赌个钱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吧？啊，怎么感觉？哇靠！哎、欸，水温逐渐下降哎、欸，水温瞬间零哎、欸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抽卡这是咋回事？哦，海水退了，没有，海水还没退了，我要潜入海水里面。我有什么60C 可以爆开啊？我有什么60C 可以爆哈法拉第啊、哦？法拉第这是五星的形态吧？没啦，没再怕的啦，哪次怕过了？已有一只不要太不满，哪有那种不满，对不对？哇靠，这是哇，是一个水温逐渐下降啊，不会吧？至少跳那个洞，哎、欸，直接马上被制裁哎、欸、！S30稳了，没有，不会，我就想要赌 S30到底会有几只没？就再次回到黄金团，啊怎么转蛋看起来长官啊？谢谢读书的订阅，啊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，越抽越怪，哎哎，继续又一个彩。爆开！
谢各位第二支，我就说了今天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我们荧幕上的人是不是换了？我看错了我，你们还真奇怪 ，diss 了，这不能因为自己抽不到就怪人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再来一次，水晶抱起来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哇靠，迪拉克，又是迪拉克，最后一个十抽，我觉得我可以拼，我可以拼宝四，我可以拼宝五。这个如果这个又是五路啊，没有，好，没了。好了，没有五路了。如果这四十抽里面有机会有再出一只万五路财神，好不好？再出一只五路财神，我就拼宝五。好啦，最后四十抽，如果有再出一只，我就拼宝五。就这样，已经在持续下降。嘿，最后四十抽啦，看有没有机会啦。现在完美宵夜账，你知道吗？让我安全下庄啦！看我这赌这个赌博，我是一定输的呢。这赌博我一定输嘞，不会吧？没有那么晒吧？不会中五路吧？不会吧？看，看，我要被包了！这游戏是不是有监听啊？这不是很戏剧化发展吗？拜托，这个时候让我结束好不好？这时候让我结束啊！先半单好不好？三个八百三礼包冲下去了好不好？让我冷静，看，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！最后。四十抽，顶多补到五十，好不好？最后五十抽，应该没有，可以啦！我相信我可以，我相信我可以。再一单，没有再一单呢，没有再一单呢，可以吧？拜托，来个五路，哇！好像真的，做人真的是不能太抢口舌之快了。不会吧？不会全金吧？天哪、啊，红包钱没啦！可以吧？看，海底捞月吗？可以吧？我相信我可以海底捞月，好不好？五路舰队，四，哇！拜托专菜，给我跳菜，给我跳！啊！我要负责，相信我的魔法小卡。好了，最后一单，我要考量一下我自己的生活啊。好了，最后一单。金转彩好不好？这个，真的是没有看到金转彩，今天是没有看到金转彩的动画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主播大概接下来一个月都，接下来两个月大概都不能氪金了。主播有点超出原定计划一点点。啊，来吧，来个钻吧。还有没这动画吧？看起来是没有，感觉好像没有金转彩，蛋好像还是会金转彩啦，但是。我说土蛋前的那个金转彩啊，看来今天好像是没办法 啊。今天最多多少？393是不是？有料没料了？可以吧？拜托，来结束吧，让我结束这一切，让我结束这一切，结束不了，结束不了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来个钻，好像没有，可恶！红靴佩罗，我还在睡。我不想醒来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让我醒来啊！别让我醒，可以吧？哎呀，过年今天就爆一次啦，之后真的不能再这样乱搞。哇靠！相信海底捞月好不好？相信海底捞月，金砖。没有，好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小礼包是20颗的。好了，最后十抽了，没有就没辙，对吧？这个你们抖我也没办法再磕了，因为额度折爆了。好吧，最后十抽看起来是凉了，好吧，没辙。想想当年那个女人，那也没办法。我们来算算这样子，我们总计到底几抽好了？
所以150加300 450抽是吧？450抽，两只正常出，然后一个保底，一个天井，所以450抽算两只的，450抽算两只哦，补补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